给你吧。看导演跟那个编剧的团队怎么把这个爱情故事表现给观众看。头两个月做了大量的基础设计，场景的定调啊，气氛图啊，剪出来的挺美的。不希望说用很多的服装去堆砌，而是说每一套衣服要每套衣服的特点。下雨了，挪到屋里停了，我们再跑出来再拍。我们这个团队挺好，有些小问题都必须在现场解决。基本上现场都是还挺开心的。我能看到他慢慢慢慢出来，他们在进步，他们在努力。舒服的就是几张卡，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好，谢谢大家的照顾，感谢请我每一个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，我收获了很多，也非常感动。杀青了，就是还挺舍不得大家的。杀，你跟我说吗？我们在那儿说。